顾客他都忙了忙坐地铁没什么人啊，大家都待在家里不出门了。16就我一个人在等，没有下车的。有一个。现在在第一节车厢，然后这个是往后看有两个人在，基本上地铁里没有人。待在家里是对的，尽量不要出门，那出门的话就把自己给我看现在地铁里面这个车厢里面基本上没什么人啊，这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你不保证有患者在比如说摸这些地方都可能有可能。
但是我们在进入地铁的时候有那种检测体温的，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排查一些，总之要保护好自己吧。本次列车终点站杭州路，列车号三十号，杭州路。下一站国铁，欢迎您继续乘坐。关了，当然，过年关门是也可能。全部大门紧闭，能出得去吗？这能出去吗？可以是吧？啊，谢谢。啊，七浦路服装市场，平时的时候是很多人的。现在看上去很冷清，大家都把自己保护起来了。
马路上还是有一些车的，主要是公交车和私家车。这种交通的话，其实，私家车的话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属于一个个体的一个空间。公交系统相对来说呀，是有点幅度大一点。你走这边走吧。真是。下雨了，这现在是在苏州河的边上。这个老建筑，河滨大楼，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大楼。
我前一个视频拍的是那个五角场晚上，我挑的是最热闹的时候去拍摄的。有一位网友说那个是下雨天，又是晚上，人肯定少。那么待会儿我们就去外滩看看，看看就知道了，到底人多还是少，有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这是四川路的开头，我们到对面去。人还是有的啊，不说没有人。对面，这个是邮政大厦。这是海鸥吗？不知道。大街上蓝树竹河，
钓鱼的。雨越下越大了。越下越大。哎，我们这里看看，上海对面是陆家嘴。前面那个铁桥就是外白渡桥，待会儿我们从那边走过去吧。在家里待不住的人，就要出来转转逛逛。你时间待在家里待长了，人也受不了。